《二牛七月日记》，跟着爸比去画室里，好多姐姐好友好，都叫来二牛老师。咱也是老师吗？好坏。下次把旋律过来给你们抓一下。好舒服呀！它身上有什么这么多白白的毛啊？少年白，好想探索世界。阿牛，过来，快点，不要乱跑，好乖。阿牛，过来。到处都好好玩。回家跟哥哥玩，哥哥等我。雪莉，又和爸比去开教师会议啦。我是二牛老师，那我也要开会。我还是好害羞啊。怎么这么害怕？不要怕。今天第一次见你们，还可以。大都喜欢问我呢。呀呀呀，你也是只狗。这是爸比画的美女姐姐，我好喜欢。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，我遇到了六楼的小黑哥哥。爸比跟我说我力气很大，尾巴很可爱，所以人要温柔。我不喜欢泰迪断尾巴的，有尾巴很可爱。小黑哥哥也很喜欢我。走，进去，走，我们进去，走，一起走，进来，走。我这也很喜欢跟狗一起玩。都说我是有礼貌的孩子。走，进来。有的泰迪很凶的。小黑哥哥好喜欢我，害羞害羞。我们没到，再等一下。哎呀，小黑不舍得走。拜拜拜拜。好喜欢爸比，我要撒娇了。干嘛呀？要抱抱。牛，上次红毛猪，这次是大黑毛猪猪，为什么追我呀？去玩去玩，不要怕。你想的好像我，就是有点胖嘞。去玩，走，快点。饿着了，走，去玩走。总要跟着爸比。
强壮，但是我还是很温柔，懂礼貌。